这么帅，一定是这里的顶级啊！我喜欢。一个亿买你出婚，愿意吗？喜欢。只是契约婚姻而已，你站着就能把钱给挣了，我保证不碰你。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当我没说。 服务本带了，二位，您可以上楼拍结婚证件照了。对，小姐，您可能需要卸下妆，摘一下假发。嗯，我这没怕过什么。3、2、1，开镜头。 来新郎，自然一点，不要皱眉。来新娘，笑一下。来靠近一点。好，3、2、1，开镜头。那个大叔，这张银行卡给你，密码是666，里面有100万，剩下的9900万我分期支付给你。你认为我欠你这点钱吗？哎呀，我知道干你们这行的，像你这个条件，肯定价格很高。 但是已婚嘛，难免是不太好接生意的，所以就当我先补偿给你了。什么难做生意？哎呀，别不好意思了，帅大叔，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霍总，你不对女人过敏吗？霍总，就算老爷子逼得再紧，你也不能跟这杀马特结婚啊！走着瞧。 黄总，黄总，你个没良心的东西！黄总，就算老爷子逼得再紧，你也不能跟这杀马特结婚啊！把结婚证给老爷子送过去，还有给我查一下。姑娘，老子都等了一个小时了，你女儿不明不白怎么还没回来？想悔婚吗？不是啊，黄总，我是诚心的把女儿嫁给你，那可是小处。黄总，事成之后，别忘了我们的合作呀！就是，放心，只要她真是你们说的黄花大闺女，我自然少不了让你们赚钱。苗苗，你怎么才来呀？来，拍照房主这里，让黄总好好看看。不是我说，你女儿怎么成变成这副鬼样子了？这什么造型？ 我的要命！你看，就喜欢弄点不一样的东西。什么烦恼？就是说多漂亮啊！你黄总过一会儿，很漂亮吗，黄总？妹妹，外面回来渴了吧？喝口茶再休息吧。姐姐，你突然对我这么好，我还有点不适应呢。你说什么呢？来，喝口茶。你看。 苗苗，你有天天见了光吗？苗苗，想干嘛？行不行了？打断你的腿！我回来呢，就想宣布一件事情。你结婚？咦，好一个顾静，竟敢坑老子，他明明是个破鞋，竟还好意思说是个主。咱们走着瞧。黄总，黄总，黄总，没良心的。 10年前，要不是我把你从孤儿院里推来，你能有今天？跟你，还有这个小三一起过，还不当一孤儿？胡说八道！滚！你小子，你竟敢给我下这狠手！蓉儿，没事，没有什么事，把我就好了。
狗贱能惯成这狗脾气，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你跟拖油瓶还在这说风凉话，给我滚！滚！要滚也是他们滚，这是妈妈留给我的房子。妈妈，我好想你，迟早有一天，我要那些坏东西把欠我们的数倍奉还。 现在还是想想，9900万又怎么还呢？不准动！你竟敢给我山寨合同！ 不是日月桃花，这应该跟罗总说。嗯，长得倒是挺好看。明晚家宴，带着孙媳妇来见我。知道了。下午5点，艾斯大学门口咖啡馆见面签约。这个顾淼淼的母亲10年前他就离世了，他现在一直在跟着他的养父顾静生活。 知道了，霍总，这霍淼淼抽烟喝酒还早恋，您就算是为了应付老爷子，那咱也不能出卖身体吧？要不说呀，趁着老爷子现在还没有见到顾淼淼，大发脾气，您就还是赶紧把婚离了。我就说这丫头水性杨花吧。元儿，你真的好厉害啊！你这次考试又是我们年级第一，你可以给我讲讲题吗？当然可以了，这有什么的？ 我们蓉儿啊，那是秀文人又善良的学霸，不像那个顾淼淼，那种浪费你的辣子。天哪，我们学校还有这好人？这是别的学校的吧？这简直是校花啊！美女你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好，我是你的好同学顾淼淼。顾淼淼。 你是顾淼淼，想不到你不做杀马特妆造这么好看呀、啊！袁秀哥哥，昨天淼淼破我茶水的事情，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顾淼淼，你平时就是个土包子，今天穿这么好看是要勾引我？赵淼淼，不穿你别再说这种恶心的话了。之前是他以豪姐姐的身份骗我，我只要做一个有个性的人，就能被别人看得起。现在我不会被他给骗了。你个贱人，会辱骂什么？天哪！ 顾淼淼，不要在这勾妖柳东兵。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柔儿说了，她求我帮助顾家，但是你呢，却故意泼她茶水，你还有没有良心？良心？你让我对一个在我茶水里下药的人讲良心？赵元忠，你什么时候能够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啊？顾淼淼，既然你上茶里面有毒，你有证据，现在立刻跟柔儿道歉。我都已等着。 现在就过去让他签字儿，顾淼淼，你给我等着！霍总，你看，我就说这丫头水性杨花吧。霍总，你等着，我现在就过去让他签字儿。等等，小点意思。没想到校草竟然这么狼狈呀！不是听说顾淼淼死缠烂打的校草，是看起来有戏。你疯了吧？ 见你这种大男子，顾淼淼，你之前不是喜欢袁周哥哥吗？虽然你已经结婚了，但请你不要这样随便打人。哎，我怎么可能喜欢这种天天朝我作业的人啊！你们两个这么虚伪的人，拜托你们原地锁死。顾淼淼，还不是被那个随便结婚的野男人带坏了，讲话这么难听。他就算别人是野男人，也比你强得多。霍总，那我还用去送离婚协议吗？对，我就开过去。 我等，霍衍之，错了。别动！霍少，你是来找我的吗？你来怎么不给我发消息啊？霍初。啊。这个小贱人，怎么会认识霍少？我刚刚这么说，只是出于形式所迫，本人对你没有任何意思。是吗？那崔。淼淼，这是你的新朋友吗？怎么不介绍认识一下呀？谢绿茶。
淼淼，不是姐姐说你，你这才刚刚结婚就跟别的男人混在一起，你这不是给你的老公戴绿帽子吗？到时候霍爷爷会给我们机会跟你见面。你笑什么？笑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霍少，顾淼淼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可别被他蒙蔽了。今天晚上家宴，我们顾家也会去，到时候霍爷爷会给我们机会。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当然是为了我们两家的亲事啊！你开不会真看上我家妹妹了吧？她可是有夫之妇，上不了大院的。我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指挥。给我下来！师兄，是。有什么魅力？顾蓉儿，看啥事儿啊？霍老爷子说你和霍昭的见面机会被取消了，听说他们家已经定亲了。什么？我鸭子，怎么办呀？蓉儿，你知道霍昭的妻子是谁吗？ 我怎么会知道？不过今天顾淼淼那个贱货居然还去勾引霍昭，今晚家宴我就要让他在人家正宫面前原形毕露。你们家人知道霍少的妻子是谁了吗？还不知道呢，听说今天晚宴就能见到。我也好奇是哪家的千金呢。哎呀，告诉你啊，今天顾淼淼还爬上了霍少的车呢。我估摸着人家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什么？顾淼淼那种垃圾废物怎么敢的？晚上家宴我一定要好好收拾这个贱人。大叔，你刚才的表现非常好，不愧是服务行业。服务？大叔，我说他刚拿到100万就贷款买这种豪车，也太大胆了吧。顾小姐，这是全球限量的迈巴赫，只有最有资格的人才有资格。你不是做鸭子的吗？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郭小姐，我们霍少可是继承四大家族之首，霍家唯一的继承人，继承首富。那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完了完了，我可雇不起继承首富陪我演戏啊。但霍总，这场婚姻其实就是个意外而已，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这婚是你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吗？但这场婚姻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好处啊。各取所需罢了，把这些看完一会儿跟我回家。这些是我的喜好，一会儿不要在爷爷面前穿帮。行，这些呢是我的喜好，麻烦你也好好记一下，不要在我的家人面前穿帮。你也不喜欢吃胡萝卜，我以前认识一个长腿哥哥，他也不喜欢吃。10年前你是不是去过这？少爷，你们总算到了，老爷子正在花园为你们的迟到生闷气呢。不要脸东西，赶紧走吧。霍叔叔好。你先进去等我，我去花园找爷爷。好。顾淼淼，你怎么来了？我也是受了邀请，为什么不能来？人家邀请的是顾家母女，我和柔柔，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我可是霍昭亲自邀请来的呢，跟你们顾家母女没有任何关系。顾淼淼，我以前怎么没发现是你呀？还霍少带你来了，人呢？你这张嘴啊，是不是？再说了，淼淼，难道不知道人家霍昭已经结婚了吗？我当然知道呀。那你今天还爬上他的车，堂而皇之的跑到霍家来？你快回家吧，淼淼，我怕人家正宫找你麻烦呢。霍淼淼，听说你在酒吧找了个野男人，和一个鸭子结婚。简直丢尽了顾家的颜面，现在又被殴打霍大少爷这个有妇之妇。心儿，你可算来了，你看顾淼淼都到霍家家宴来了。
不要脸的东西！她是你未来的嫂子。不要脸的东西！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秦霍少是我表哥，人家都结婚了，有了丑八怪竟然还来当小三，你也配？三哥，来，你可算来了。咱们霍家的家宴是个不入流的东西。心儿，不要那么没有礼貌，她是你未来的嫂子。外公，你说什么？二叔，你配合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霍昭的妻子，霍家夫人顾苗苗。这贱人就是来骗我们霍家的钱的。爷爷好，我是苗苗。好好好，比照片还漂亮。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顾苗苗明明是酒吧里的鸭子。说谁是鸭子？霍昭，你怎么随便打人？顾淼淼这个女人，以前追在我后面的时候，怎么没发现她这么好看，还有这么大能耐？外公，堂哥，不要被她骗了，这个顾淼淼就是我们学校最差的不良少女，不光抽烟、喝酒、打架，还早恋，今天早上她还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这贱人就是来骗我们霍家的钱的。方天儿，你就想污蔑我？你以为我没有证据是吗？我不会空着手来的，我都有证据。贱人，你敢说这不是你吗？顾苗苗把外公害死了。贱人，你敢说这不是你吗？这是照片上的身体，根本就不是我的身体。这些都是证据。顾苗苗，你让我觉得恶心。天哪，淼淼，我早就告诉过你要收敛一点，你怎么不听话呢？闭嘴！宋星儿，你休想污蔑我！爷爷，我可以解释。爷爷，外公怎么了？我叫哥哥，我淼淼把外公害死了。贱人，凑过来干什么？就是你害了外公。不要动他。否则气息不通是会死人的。我妈教过我一点医术，我在学校里学过一点，我有办法。你相信我？霍昭哥哥，你别相信他，一会儿医生就来了，不能让这个骗子害了外公。你相信我？还不赶紧试试？为什么？还不是被你气？你相信我？还不赶紧试试？我刚才为什么那么相信他？顾淼淼，我外公的手都被你掐紫了，你是故意害我外公吗？终于稳定了。一直以为他是个学渣，没想到还真懂技术。这怎么可能？擦擦吧。谢谢。得意什么？还不是被气。刚刚伪造照片的事情还没找你算账。宋星儿，爷爷到底是被谁气的？心里应该有点数。你，他就是谋霍家的财产，所以着急嫁给你。外公，外公，洗洗霍昭哥哥，顾苗苗把外公害死了。看来是过敏反应，刚才吃的东西有花生。顾苗苗，顾苗苗，你还在这装？霍家的厨师都知道外公的口味，怎么可能弄错？霍昭哥哥，他就是图谋霍家的财产，所以着急嫁给你，然后把外公弄死了。快把这个贱人赶出去啊！你怀疑我？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少爷，救护车来了。好，好。顾淼淼，我看你是成心害死霍老爷子，连累顾家。
顾家全死光了都跟我没关系。你好了吗？回去再说，让元州哥哥把我们送回去。顾淼淼，先让他自己走回去，好好反思一下。是阿姨，我送你回去吧。你个贱人，想嫁进霍家，门都没有。赵心儿，下一次我们下三滥的手段，让你知道满文有几只眼。喂，现在立刻马上，我让你们开荤。谁逼我的？美女，自己一个人啊，要不陪哥几个乐呵乐呵。什么破地方啊，车都打不到。哦，该死的霍正，你别让我以后再看见你。哟，美女，自己一个人啊，要不陪哥几个乐呵乐呵。别过来，再过来我打110了。你打呀，这里连车都打不到，手机根本没信号。你们别过来。你叫的越大声，哥哥我越兴奋。谁派你们来的？这就要怪你自己了，你竟然敢欺骗我们晋城首富霍少。霍少？什么霍少？明知故问，当然是我们晋城太子爷霍昭了。霍昭，算你狠。别害怕，妹妹，哥几个会好好疼你的。要不是那几下，你爷爷他就是危在旦夕啊。孙老，我爷爷怎么样了？放心，爷爷呀，福大命大，现在已经平稳了，没事了。不过老霍这次非常危险，要不是有高人给他解除大学上点案的迹象，恐怕你都来不到医院呢。您是说，在我爷爷穴位上按摩那几下救了他一命？可不是嘛，要不是那几下，爷爷呀，他就是危在旦夕啊。阿周，你有机会可给我推荐一下这位高人呢、啊？可他按那几下让爷爷吐血晕过去了呀。那是他误食了花生，突然过敏造成的晕厥。血啊，是喉眼里的血丝，真是闹了个大乌龙啊。霍总，我这已经查清楚了，是新来的厨师啊，吃了老爷子的忌口，到现在粥蹄子里放了几颗花生米，老爷子的确是吃错东西了。您好，您拨叫的用户。不会啊，我岳奇被你糟蹋，我不是去死。别害怕，妹妹，哥几个会好好疼你的。你还愣着干什么？抓紧把这丫头给我摁住！叫你们别惹我，你们不听。别怪老娘辣手摧花了。就你这小胳膊小细腿的，我随时就可以啊！我可是散打的不上惯，你算是找对人了。别动！我，你这样子就是擦枪走火了，你犯法了。妈的，你不是很能打吗？现在还有招吗？老子现在就上了你！我岳奇被你糟蹋，我不是去死！霍大，你俗不俗？没事了。特意找了一帮人来对付我，然后再来上演英雄救美的戏码。霍大。你俗不俗？什么意思？说，谁派你们来的？我都说是宋心二小姐让我们来的。她说让我们弄脏这丫头，我只是个跑腿的，你们别伤害我。刚刚还说是霍昭指使你的。是宋小姐让我这么说的。你有事找她，你别找我。那我不管啊，我今天这么惨也是拜你所赐。爷爷的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不是你的。这件事情不会给你一个答案。做什么？这把枪你是从哪里弄来的？与你无关。行，与我无关。我们两个人以后从此互不干涉，各不相欠。明天记得去民政局办离婚。
看来这霍超不是我能惹得起的。过去，过去，你醒了。经过医生检查说，你已经没有大碍了。哦，对了，霍总吩咐我，等你醒来，给你看看这个。不能，这次是我不对。放心吧，郭小姐，新人小姐出去之后会被送出国，这辈子她都不会踏入继承半步，她不会再欺负到你了。至于那些个小混混嘛，可能下辈子只能坐轮椅了。郭小姐，还有其他请求吗？没有了，我很满意。那郭小姐，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叫医生。看来这霍超不是我能惹得起的，赶紧跑。霍家欠你的太多了。跑地了。都是些皮外伤而已，已经没什么大碍了。那个视频我也看过了，那我们就算两清啦。干嘛？爷爷要见你。苗苗啊，要不是你，我这把老骨头啊，完蛋了。没关系的，爷爷，我只是顺手做了件小事，而且。你受伤是因为我，不是你救了我的命，就像你妈妈当年那样。你认识我母亲？你妈妈当年给我治病，救我于危急，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其实那些照片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们霍家欠你的太多了。阿昭，还不快给苗苗道歉。爷爷，快道歉。对不起。没关系，大人就大量。苗苗，结婚的事儿是阿昭委屈你了，你放心，爷爷绝不会让你委屈。明天霍家就召开发布会，公开你们的婚姻，我会让阿昭给你一个最隆重的婚礼。什么婚礼？啊，该不会是对我一见钟情了吧？爷爷，你误会了。其实吧，我跟霍昭的婚姻……爷爷，你先休息，我带他去做检查。顾苗苗，你是狗吗？这也先不做人。结婚是让爷爷进入治疗的唯一办法，他的命不能再拖了。那你干嘛不找个女人假结婚，分居到现在？我讨厌你现在。那你干嘛找？我该不会是对我一见钟情了吧？你只是没那么讨厌而已。那我后面听懂。只要你答应履行契约，条件任你提。行，那你告诉我，那把手枪是从哪来的？答应履行契约，我就告诉你。好，我答应你。那把手枪到底从哪来的？工人送的。谁送给你的？是什么时候送给你的？这是第二个问题了。还霍昭啊，狗王八蛋！他就是霍淼淼，这就是在酒吧里面骗婚霍少的女人。他就是霍淼淼，就是在酒吧里面骗婚霍少的女人。霍淼淼，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和霍总闪婚。听说你专门在酒吧围堵霍少，霍少是被你逼迫的吗？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爬上霍少的床？你这种卑鄙的行为真的好吗？顾淼淼，这么多摄像机面前你还敢这么得意？霍氏早上的官方声明可是铺天盖地说的清清楚楚，我和霍昭两个人呢两情相悦，亲友不服，这盖了章的声明啊不具有法律效应的，顾蓉儿，你在搞事之前要不要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啊？就你敢抹黑霍氏，你在你们去挣这个黑心钱之前，你们要不要搞清楚
自己有没有这个胆量。现在给你们一次重新机会，你们有什么要问的？霍夫人，对不起，我们是一时糊涂，大家都觉得你和霍总特别般配，请您讲一下你和霍总的恋爱细节。这恋爱的细节吗？我呀，我跟霍昭两个人呢，其实是情投意合的。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吧，就对我移不开眼睛了。我对他呢，也是一见钟情的。顾苗苗，你现在真是翅膀硬了，敢仗着护士跟我作对，看你还能得意多久。霍子，有人花100万雇我。我来是和你说上次数据丢失的那个事儿。我雇佣这神，让这神来帮我恢复数据和追踪泄密的那个叛徒。这神是世界前三的顶级黑客，应该用不了多久就问到了。追踪他的路径，我要知道他是谁。这会不会坏了他们的行规啊？做隐秘一点，这种顶尖人才我要收入麾下。行，到时候我再雇佣一批人去追踪这个泄密的人。淼淼啊淼淼，你以前可真够能藏的，反击起来这么厉害了。我现在和霍昭可是绑定的夫妻关系，这身份贼好使。我去，有人花100万雇我。什么人这么阔绰？霍昭，别想了，这说明你和霍大少有缘分呢。呸呸呸，我才不要跟他有什么缘分呢，我只是怕我隐藏了好久的黑客身份被他给发现了。你们又不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什么好怕的？上车。淼淼，我先走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我移不开眼睛了，我对他呢也是一见钟情的。解释一下。我那个是为了应付采访，所以照着小说剧情瞎编的，这得编得细致一点才能显得真实吗？他这么说的话，对我一见钟情也是真的。当然是假的啦，我只喜欢小鲜肉了。是吗？从今天开始到你的毕业，我们住在一起。逢场作戏而已，别当真。你耍我？你逢场作戏而已，别当真。你。继续等伤痛来的。这不是我们学校旁边的学区房吗？你带我来自己住。这是爷爷的意思，为照顾到你的学习，从今天开始到你毕业，我们在一起。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同居？哎，你干什么？不是吧？就一张床，你们两个人怎么睡？哎，你干什么？你别想色诱我啊！我是不会跟陌生男人睡一张床的。不放心。嗨，你，看吧，多少时间？哎，你俩订婚？什么？什么？打工吗？还我说你这个人，你懂不懂什么的？开始行动了。有空多减减肥。你出去。行，下你好。这神开始行动了。追踪到位置了。他很警惕，
我们只能追踪到大概的坐标，想不到他竟然人在晋城。不行，我要攻蓄势的位置。不行，他已经从我们的系统撤退了，最后的坐标是 S 大学附近的龙湖湾小区。龙湖湾，要彻查龙湖湾所有的住户，一定要找到他。大叔，你还没睡啊？在干嘛？嗯，美女的心思你别猜。嗯，裸男要不要看？大事不好了，我们追踪这神的事情被他发现了，刚刚他黑了我们所有的系统，现在我们的系统彻底瘫痪了。给我彻查龙湖湾所有的住户，一定要找到他。一上线就能。你可说好了哈，今天我去看爷爷，你就让我睡床。先过去。他说是可激动了。淼淼，你怎么才来看霍老爷子？你看你，也不知道带点礼物。还好我带了些进口的水果来看望霍爷爷，才没显得我们顾家那么没教养。你就是顾淼淼。啊，我是，您是？我是霍昭的母亲。不如你来试试吧。霍夫人您好，我是来看望霍爷爷的。霍老爷子好得很，刚吃了乳味，现在祖传秘药，现在正在里屋休息呢。好了，都别站着了，坐吧。刚好碰到了霍夫人。正好我跟亲家之间亲近亲近。听说你们都大学毕业了，都找好工作了吗？柔儿刻苦，想继续深造，刚获得了京都医科大的研究生保送资格。只是这个淼淼啊，被宠的没有样了。宠？你是想让我跟你聊聊你平时对宠这个字的定义吗？霍夫人，我看您这个玩具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啊，这个是类似一个魔方的智力玩具，不过目前还没有几个人能解开。怎么，你想试试吗？那我就试试看吧。嗯，毕竟你通过了京都医科大的研究生保送资格，智力啊应该没问题。你一开始啊方法就错了，把事还给我吧。那个，我今天刚刚写完一篇论文，可能是太累了。我看顾淼淼对这个挺感兴趣的，不如你来试试吧。昨天我收到一个。淼淼怎么不动啊？是不是无从下手啊？你不会就不会，怎么能在霍夫人面前吹牛呢？这简直是世界魔方大赛专业选手的手法和速度。淼淼，快可没有用，撞的是姐出来。原来是条银色的龙啊，真是有趣。就算是我们公司的天才程序员，也花了20分钟才解开，你用了不到10分钟，也很不错。谢谢，但不得不说，这的确是我玩过最难的智力玩具。以你的智商可以考一个很好的大学，不过有一件事你得给我一个交代。昨天我收到一个。你怎么能乱来呢？昨天我收到一个。莫上，我今天特地给霍爷爷带了顾家祖传秘方，他的病情已经好多了，你不用担心。离我远点。顾柔儿，你别费尽心思了，我老公不待见你。阿昭，这是顾淼淼的家人，今天送药缓解了你爷爷的病情，不礼貌。你不好，顾淼淼，医生马上就来了，你别在这添乱。确定要拦我？我们关心的事情，你怎么能乱来呢？还是我们柔儿更稳重、明事理一些。起开。小姑娘，你可千万别躲。霍总，事情顾淼
的地步，你还要让他整呗？哎，阿昭，你在干什么？顾老二说的都是真的吗？不是，上次是他救了爷爷，怎么样？不太好，他今天是不是吃了含有花生的东西？不可能，这次饮食是营养师严格制定的。那药呢？药？你们送的药里边有没有花生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好心。我那蓉儿也是好心呀、啊，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药啊！哼、嗯，一个自诩获得京都医科大研究生保送资格的人，竟然不知道自家药物里有什么成分。那个名字叫六味化瘀丹，这种药光致敏程度就含有五种，你搞不清楚病人的状况就随便送药。子老，对不起，是我没有管教好妹妹，我愿意代她承担责任。请大家先出去了，我马上对霍老实施急救。小姑娘，你还千万别走啊！天才呀、啊，天才！顾淼淼，你这个蠢货什么时候会的医生？还花生过敏，分明就是你诬陷我！才穿这么小，莫非就是你的真面目？你霍老已经转危为安了。崔老，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呀、啊。我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不过老霍从开始治疗一直病情很稳定，今天会恶化的。孙老，都是他，都是顾淼淼害的，就是他让霍老爷子病情恶化的。刚才你也看到了，他还擅自给霍老爷子扎针。姑娘，你多大了？他21岁，不会读书，闯下了大祸，今天我代他向您赔罪。孙老，对不起，是我没有管教好妹妹，我愿意代她承担责任。21，小娃娃，你知道这一针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吗？我的知道，这是京都医科大学。当然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不扎下去，后果会更严重。顾淼淼，你都闯这么大祸了，还在这里狡辩？霍少，顾淼淼根本配不上你。孙老，这一针到底有多严重啊？严重，不用他说的，这针要不扎下去啊，才严重呢。刚才我是故作严肃，这下他来，你小小的年纪，沉着冷静，又敢做敢当，是个好孩子。对了，如此精妙的针法，是师从何人呢？孙老谬赞了，我只是跟母亲学过一针，也在学校里学过一点皮毛。我们学艺不精，没出乱子就不错。你母亲啊，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如果你将来从医了，我想你一定有一番建树。谢谢孙老，我的志愿就是京都医科大学。那我期待你成为我的小师妹啊。孙爷爷，你也是京都医科大学的？是啊是啊，毕业40多年了，希望你要常来。我们多交流交流。送客，严查来探视的访客，闲杂人员就不要进来了。阿昭，我有话要听。我现在就等你。你告诉我，您这丫头结婚是为了演戏对付京都那些人，还是真的爱上他？臭大叔，那真是没心没肺啊！你告诉我，你跟这丫头结婚是为了演戏对付京都那些人，还是真的爱上她？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如果你是演戏，我由你去闹，但你要是真的喜欢上这丫头，绝对不可能。为什么？总之你和谁在一起都行，唯独讨喜，除非顾淼淼考上京都医科大，这种婚姻我绝对不同意。大叔，按照约定我今晚是不是能睡床了？你真没事吗？耍我。我们又不是真夫妻，那我去哪儿你管不着。
臭大叔，你还真是没心没肺。淼淼，你到哪儿了？我这还要加班，可能晚点才能去逛街了。没事儿，我现在郁闷的很，我正好去你那儿坐坐。原来都是那礼拜你就全混了，这样也可以开再上的衣服吗？你今天还没下班？今天跟我搭档那个名模特下单牌，拍照不符合要求，跟品牌设计师吵起来就跑了，搞得我也没有下班了。所以你来拯救我？什么？太美了！我今天能不能下班就靠你了。他虽然长得好看，但毕竟是这样的，我们行。我开学，他可能连镜头都不会看。我开始拍吧。对，很好。在表现力一看就是没怎么干，我在前面待过，哪里是放肆小的？也不知道他那怎么了，我们这种知名的模特哪儿不如他？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太好看了。你以前就穿一圈，真是个错误的决定。原来都十年没戴，你就全混了。这样也可以拍赛上的衣服吗？赛上的设计可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图就能掩饰的好。小鱼，是。你们说的对，所以只有他才是最符合我设计的人，而你们都不配。他就是赛上首席服装设计师，也就是赛上的华国大区副总裁跟合伙人沈瑶。沈瑶，你是淼淼？十年不见，你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今天还是这么年轻貌美。你呀，嘴还是这么甜。走，去我休息室说。那场空难之后，你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断绝了和我们所有人的来往，还拒绝我们看你。当时我就觉得有猫腻。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娶了其他女人。原来早就是珠胎暗结。这么多年，我真是看错他了。你知道这场空难一共丧生了几个人吗？沈林，你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淼淼，其实这场空难，我一直觉得有蹊跷。什么蹊跷？当年你还小，我也是在新闻上看见，飞机是在起飞的时候就发生了故障，但是机长经验丰富，很好的控制住了局面，所以大多数人也只是受伤而已。而且你知道这场空难一共丧生了几个人吗？只有你母亲一个人。故事不感兴趣，但我对他很感兴趣。破事的单子终于完成了。告诉我，你对破事不感兴趣，但我对他很感兴趣。哎，霍总，这事说他自己是感兴趣的。该不会要用你的美男计吧？没想到进去了才发现，又被黑客得罪一遍。闭嘴。给他升职吧，工资到这，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霍总，赛上的沈总邀请您参加明天的宴会，您看是？那您要带上少夫人作为女伴吗？我根本不是张夫人。女伴？我天都没磕到，这张床都归你睡。
真棒吧？啊！你居然敢偷袭！狗咬吕洞宾。啊！你妈谁是狗？承认我睡觉睡得有点迷糊了，我给你道个歉。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的错，谁让你让我睡沙发的？所以你要让我睡床。但是呢，我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我们可以轮流睡床。可以。你答应了。能考上京都医科大，这张床就归你睡。顾娘娘必须考上京都医科大，否则我绝不同意这场婚姻。行，那不准备。喂，什么？淼淼，明晚的礼服准备好了吗？我已经让人把我设计的礼服送过去了。全球限量一件，明晚你就会是最美丽的公主。那太好了，谢谢沈姨。我怕你让一下打着我太累了。院长大姐。淼淼，哎，院长，你爸疯了吗？怎么淼淼买这么好看的裙子呀？爸爸把他所有的卡都停了，我也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钱。不过，淼淼身上那件裙子是哪家的系列？我怎么那么有见识？这么顶级的晚宴，居然有人穿山寨货就来了，真是太丢人了。是啊，没钱买名牌就别来了，被我们当众揭穿，丢死人了，赶紧回家吧。淼淼，这可是顶级时尚晚宴。你就穿这么一条廉价山寨裙啊？怎么这么快就来找我茬？狗眼共识破了就别乱想。保安，来把这个跳梁小丑赶出去。霍总，这少夫人好像被人欺负了，咱们要不要去帮忙？霍总，他竟然敢自己来。顾苗苗，你也太没常识了！你以为买条名牌版型的裙子就是名牌了吗？你这个衣服连个名牌 logo 都没有，而且我在各大品牌上都没见过。全球限量版型的裙子从来都不需要 logo 来昭示身份，但是呢，像你们这样的狭隘的井底之蛙，没有见过世面，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什么只此一件？我看根本就是垃圾便宜货！这么垃圾的版型，垃圾的设计，哪个大牌设计师会这么设计？你也是这么认为的，顾淼淼，你就别再挣扎了，这是我见过最差的创意和设计了。保安，来把这个跳梁小丑赶出去。我可是沈总的贵客，赶我走，那别后悔啊。塞尚可是国际高奢大牌，能看得上你这只土鸡？什么贵客？我看你连邀请函都是假的吧。快带着你这条山寨裙子滚出去吧。原来我的设计和创意在诸位眼中是这么的不堪啊。顾淼淼这个贱人，既有钱又没有人脉，他凭什么穿上您亲自设计的衣服？沈老师，您误会了，我们不是在说您，我们只是在说我妹妹的这件裙子。这就是我设计的裙子，全球限量，仅此一件。这条裙子是您的设计？这怎么可能啊！顾淼淼这个贱人，既没有钱又没有人脉，他凭什么穿上您亲自设计的衣服？既然你们对我的设计这么的不满，那我也不强留各位，诸位自便吧。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听好了，顾淼淼小姐不仅今天是赛上的贵客，以后也是赛上的贵客。淼淼，发布会就要开始了，我们走。霍总，这少夫人真是厉害呀，竟然能成为沈总的贵客，所有人都傻眼了。你很高兴？霍总，你和少夫人是不是闹别扭了？闭嘴，走。跟我下去见见少夫人。你要干嘛？今天还好有你在，不然我可能要被当众打。你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
友谊在，没人能欺负你。霍少大家官，真是令我们发不愧。沈毅，你说笑。你们小夫妻今天怎么没一起来啊？沈毅，我是以顾家小姐的身份来的，可不是以霍氏少太太的身份。好好好，霍少，我们一起先入座吧。霍少，我是让你来结交名流赚名声，不是让你做小丑闹笑。都怪顾淼淼这，你为什么叫他来参加晚宴，害蓉儿出丑？那只不过是为了安稳霍家的权益，没想到你连他都比不过，只是烂泥扶不上墙。你爸爸这是说气话，他呀平时可疼爱你了。这不是病人我他妈留下来的海洋之心吗？他妈已经死了，现在的海洋之心啊是我的了。一会儿拍卖会啊，我一定要让你大放异彩，狠狠地给顾淼淼那个小贱人一巴掌。这是我妈妈的东西，谁说你动的？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位先生想要拍卖自己的藏品呢？我想拍卖这条项链，为偏远山区的孩子们献上一点绵绵之力。那是妈妈的海洋之心，他们怎么可以？天哪，这不是海洋之心吗？顾家小姐真有爱心。不过连海洋之心都可以拍卖，看来顾家的底蕴真的很深厚。这条项链起拍价500万。等一下。这是我妈妈的东西，谁说你动的？顾淼淼，你不要再胡闹了。这条海洋之心明明就是父亲买来送给母亲求婚的订婚礼物。淼淼，这是你爸爸送给我的定情信物，我想拍卖就拍卖。你们俩怎么这么厚颜无耻？我们俩配得上海洋之心吗？够了，这就是我送给雅思的定情信。顾淼淼，你别在这丢人了，坐下。你竟然帮他们圆谎！顾淼淼，你说项链是你妈妈的，那上面有你妈妈的名字吗？项链刻了我母亲。顾淼淼，你弄了个假新闻，就想欺骗大家。项链上刻了我母亲的名字。你想做什么？我警告过你们，不要动我母亲的东西。虽然你们不听，这本就不是你妈妈的东西。撒谎之前，麻烦你们先去查一查。这是塞尚集团的个人收藏品，因为我母亲对他有恩，所以他把这条项链送给了我母亲，并且在这个项链上刻上了我母亲的名字。这条新闻当时可是轰动一时呢。顾淼淼，你弄了个假新闻，就想欺骗大家。你说有就有了，你有证据吗？当然有。 Boss， 都听到了吧？既然有如此无耻的人，我为恶人感到遗憾。神，接下来就交给你。当年的赠送协议上可是写得很清，若母亲亡故，总裁有权利收回这条海洋之心。这条海洋之心价值3000万，我告诉你，超过3000块钱就是要坐牢。淼淼，刚才有一位绅士特意加价值1000万向我们总裁买下了这条海洋之心，赠送你。送给我？如果被我发现，什么？这位绅士还说了，在他眼里，你是唯一配得上海洋之心的人。我应该不会是他。来，我给你戴上。谢谢沈姨。差点忘了，还有你们两位女士已经被塞尚集团列入了黑名单，
请你们以后不要穿戴、购买任何我们品牌的服装、鞋帽、饰品，这样会损害我们的品牌形象。如果被我发现，那就法院审判。什么？丢人！真他妈丢人！老子从来没这么丢人过。都是顾淼淼这个贱人！妈，爸是不是嫌弃我？他就是在气头上。等你考上了京都医科大，他就让你进他的公司，将来你就会继承顾家，你就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妈，你也不用太担心，我还有王牌。那个人就是你老公，继承了太子爷霍尚。想不到这十年时间，你父亲变化那么大，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当年塞尚总裁送给你母亲海洋之星的时候，他是在场的，现在就仿佛完全不记得了一样，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活一样。也许关于我母亲的事情，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所以忘记了。以前他伪装的太好了，现在才是他的真面目。苗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上京都医科大，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被过去的事情困住。谢谢沈姨。还有，沈姨，我知道所谓的身世是假的，是你为了帮我解围撑腰。今天如果不是因为你，那三个人也不会被赶出去。现在他该物归原主了。你真是个有榆木脑袋，谁说身世是假的？啊？什么？我确实可以凭借塞尚副总裁的身份禁止他穿我们家衣服，但是我可没有权利用海洋之星替你撑腰哦。那个人就是你老公，晋城的太子爷霍少。真的是他？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真的是他？当然是真的，这夫妻之间最忌讳冷战，他都给你这么大一个台阶下了，你还不赶紧就坡下驴？哦，说点正事儿，签约代言塞尚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这个我答应了，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尽管说，都答应。回去好好给你老公说几句软话。你说。没事。这个什么？谢谢你给我买单的海洋之心，也谢谢你替我解围。还有那天在停车场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是我说话不经过大脑，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小彤，顾淼淼，你干嘛？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霍家的颜面，跟你没什么关系。知道了。今天事情翻篇了。到此为止。好，那我们就礼尚往来，两清啦。不好意思啊，一晚上没吃饭，有点饿。厨房有菜。那我去看看。啊，是火锅，火锅。果然是小屁孩。顾淼淼，你干嘛？你们以后也可以像这样在家里吃火锅。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喊你一起去吃火锅。我不吃。啊，走啦，一个人去多无聊呀！等等等等，大哥，你想吃哪个烤肉酱？我给你弄。好的。大叔，我们以后
你可以像这样在家里吃火锅吗？看你表现。怎么了？没什么，你以后不要这样随便摸我。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继续。不是还在找光月当年救你的那个人吗？谁叫你动我手机的？没有，我是想拿给你的，结果手滑。这撞下来怎么还不讲道理啊？你们两个又发生什么事了？不知道，他就是个不明是非、颠倒黑白又讨人厌的家伙。我跟你说啊。他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凶你啊？亏我听说婉音他挺你姐为，觉得他人还不错，以为你们说不定能在一起呢。跟他在一起，拜托，我品味一直很稳定的，好吗？我喜欢的是小鲜肉。再说一遍，小鲜肉不是老大叔。听见了，听见了。那你还在找光月当年救你的那个人吗？当然了。可是都十年过去了，你们一丁点联系方式都没留下，后来光月就在大火里消失了，你真的觉得还能找到吗？这玩意儿的人就一定能找到。你今天在晚宴上大放异彩，顾若儿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放心，就等着他。是时候轮到我主动出击。他请问一下，到底是方小小的男朋友，还是顾柔儿的男朋友？苗苗，昨天晚宴的你大放异彩，现在已经被评选为我校的优秀学生了，你的课桌都搬到 A 班去了。校长的消息这么灵通？走吧， A 班可不是你的地盘，准备好面对腥风血雨了吗？两娘就没怕过谁？学校的规则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了，连续挂科三年的垃圾也能来我们班了。告诉你，如果实在那点，就赶紧滚回你的 F 班，别在这儿被受欺负。闭嘴吧你！教室是你家开的，我不能动。顾苗苗，我告诉你，柔儿是会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京都医科大的，是我们大家的骄傲。而像你这样托关系走后门的垃圾，永远只能是垃圾。我魏高远绝对不会让你好过。魏高远，你请问一下，到底是方小小的呢，顾柔儿的呢？那还好准备下午的复试哦，丢了你顾家的脸。傻逼！不是，魏高远，你说话呀！师兄。小小，高远当然是你的男朋友了，我的心里只有学习，你可不要撞了某人的离间计。你真是太喜欢行，那麻烦心里只有学习的柔儿同学，可要好好准备下午的复试哦，丢了你顾家的脸。这还用说？苗苗，你看你姐姐多优秀，也只有京都医科大的副士才能在学校礼堂受人瞩目，连你这种废物只配坐在这里仰望他。哦，那为什么你也坐在这里不行？还有那个一直在仰望。那么现在京都医科大的副士正式开始。这京都医科大的副士怎么连副招都招来了？师傅，师兄，老师好，我是顾柔儿。请顾柔儿同学准备。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好，
我是顾柔儿，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篇论文，名字叫《一亩培元方》。一亩培元方呢，我从三个角度来讲。一亩，一就是，这不是夫人吗？是。我对这位同学的论文非常满意。我也很满意。顾柔儿同学，恭喜你通过了我们大部分主考官的考核，你即将成为……等一下，我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顾柔儿同学。这里是复试考场，不要胡闹，请滚出去。我只不过是就刚才论文里的内容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这位学霸同学，有什么不可以吗？哼，你配吗？来人，给他撵出去！够了。顾柔儿同学，这个答案你确定吗？怎么了吗？不过几个问题而已，啊，就让难为吧。同学啊，你是不是勇气有点大了？我的东西夫人的证据找到了，你们有没有看？附近。这位同学，那你就问吧。好，嗯，顾柔儿同学，请问一下，你论文里提到的这个一亩培元方，对婴幼儿用是好还是不好呢？很多药都是两面性的，不能准确的说对小孩子好还是不好。我希望能有所误解。顾柔儿同学，这个答案你确定吗？怎么了吗？一亩培元方是只能对孕妇使用，你连这一点常识都不知道。对不起老师，那个我可能是今天刚写完这篇论文太累了，所以刚刚没有听清楚他的问题。哦，那你把我整篇论文都给偷下来也是因为太累了？顾淼淼，不要胡说八道。顾淼淼，你不要血口喷人，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交证据？啊，就是陈心害我的是吧？我是你亲姐姐，你为什么要害我？这个是我找淼淼拿的医学论文，我说借来参考一下格式，那傻子还让我别抄袭呢。谢谢圆桌哥哥。哎，你要一个学渣的论文干什么？秘密。嗯，梅元芳。天啊，一直以为顾柔儿是学霸，没想是假的，亏我还以为她是温柔善良的好姐姐，原来是一直霸占秘密的心思。是他的，也是他的。顾柔儿，请你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是你亲姐姐，你为什么要害我？我害你？是我让你偷了我的论文，是我让你诬陷的我。错了，你这个顾柔儿根本不懂得匿名。前几天给我的患者送药，导致患者过敏，差点休克而死。像你这种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品德的人，误诊机会就可大。顾柔儿，你竟然作弊！现在按照我们的规定，取消你的复试资格，请你出去。老师，老师，你听我解释。你还嫌不够丢人吗？请问最后一位参加复试的维系同学来了吗？这个维系同学是谁？他该不会没来吧？到。什么？我一上手诊脉，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别好心看了。不是叫维系吗？顾淼淼上去干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顾淼淼的英文名字就是维西吗？霍总，夫人深藏不露啊，这个安静。顾淼淼发生刚刚那样的事情，我们的复试会更加严格。没问题。各位老师同学们好，今天我要讲的论文呢是有关于一亩培元方的使用。它其实是一种含有益生菌成分的有效能够对人体促进肠道吸收的一种成分。我们面试的不仅仅是论文，现在请你给孙老诊脉，然后告诉我们孙老的身体情况。什么？给国医上手诊脉？这不是班门弄斧吗？有好戏看了。小勇啊，你看啊，认真的仔细啊。顾淼淼，你撒谎都不会撒吗？你错的比你姐姐还离谱。那我就大胆说了，你不可能，孙老自己就是大国医，怎么可能让自己生病？顾淼淼，你撒谎都不会撒吗？你错的比你姐姐还离谱。他的诊断没错，
究竟是霍家一直在孙老保密。本来啊，不打算让人知道，可是这丫头艺术精湛，只是切个脉就瞒不住她了。不过我有个办法。顾明啊，同学，你既然诊断出来了孙老得的是什么病症，就该知道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个时候你还敢大言不惭？说说看，你的方子。相信我，我只是想尽自己的努力，拯救一个生命罢了。治独门秘方，你的母亲是顾明了同学，京都医科大欢迎你的到来。我的母亲叫苏黎，她是名医助，这是我母亲留下的方子，是我在她的笔记本里面找到之后，进行完善之后。这个病症之所以难治，被称作不治之症，是因为里面有几味药材在世间难以取。正好被我国中医药保护中心收藏。顾淼淼，你一定会是华博中医的未来。请问面试通过了吗？当然。顾淼淼同学，京都医科大欢迎你的到来。顾淼淼同学，来。谢谢孙爷爷。以后常归你了。顾淼淼，你考试都没有及格过，凭什么你被保送？现在立刻给我自动放弃！我自己获得的保送资格，我为什么要放弃？你还给自己取什么名字叫维西？我看你是知道自己是个没资格的废物，才不敢以本名示人吧？谁说顾淼淼没有保送的资格？小小，你顾淼淼化名维西。早就拿下国际编程和奥数金奖，国内的那些奖项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他的学分早就加满了，比你们任何人都有资。可是，小小，你来，你听我解释。不用解释了，你们这对狗男女，我把你当闺蜜，还替你造谣陷害顾淼淼，这还不管我的男人，我今天非要弄死你！小小。别闹了，小小，你为什么能死？我还想操作，你能当上学生会长，还好意思在这里喊公平？够了，魏高远，徇私舞弊，现在撤销你学生会长职务，记大过处分。黄小小，顾柔儿多此为气，开除处分。你们家长我已经叫过来了。开除？我们看到我们是亲姐妹的份上，饶过我这一次吧，好不好？既然你进不去。那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鳄鱼的眼泪还真是晶莹剔透，我见犹怜哈。顾柔儿，你以前害我们被唾骂、被孤立，现在我百倍、千倍痛，这种滋味感觉怎么样？这么说，你是真的不爱我？顾淼淼，我劝你想清楚，什么我的代价是？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你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放马过来。喂，怎么了？是谁打你？我撕开他的嘴。本以为你能给我掌握，没想到你丢人丢到这个份上，这是慈母多败儿啊你！还不是你那个好女儿顾淼淼这个害的。不对劲，装神不是。建成新出了一家药企，他们的新药大。迅速超过了我们，你有这种丢人现眼的手段。等一下吧，您不是镇城没有新药吗？顾淼淼手里有啊。爸，我倒是有个办法。顾淼淼，那个废物，他能有什么新药？他可不是什么废物，之前他都是装的。现在顾淼淼靠着苏黎留下的药方，考上了医科大。我敢说。现在都是为了算计你，想算计我，这还嫩点儿。不过爸，苏里的药方难道不都是我们的吗？哼，他休想，那些药方都是我的。爸，
你倒是有办法。我说老大，你不是一向不吃辣吗？齐兄，你家霍总该不是被人调包了吧？什么？你有意见？看着先月心不在焉啊。你说那个七月小新娘统计的如何？还是已经把人扔出去了？要我说，你这不是找罪受，干嘛找一个外人结婚？你不是一直在等你的白月光吗？还行。如果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把你妈妈的东西全部卖掉。想不到这丫头段位挺高啊，老大，你还是清醒点吧。别忘了阿旺之前跟人七月结婚，掏心掏肺的对人家好，那人连微信都懒得发，你是不是在等人微信呢？没有，不是你。谁在骂我？喂，爸。明天回家一看，我是要吩咐你。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你还好意思说？罗儿是亲姐姐，今天居然还在当众出丑，还勒令退学。明天是你和妈妈的结婚纪念日。顾娘娘，明天你要是敢不回来，把你妈妈的东西全部卖掉。三、二。好，签。什么事说的？你母亲已经死了，我是她的合法继承人。除了这房子，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包括她留下的药方。你现在赶紧把药方找回来给我，以后你也不能再用了。呸！真无耻！你顾淼淼，这是我爸爸应得的。什么应得的？明明就是强盗，所谓的继承人，都是他替我签字得来的。想要药方是吧？可以。你把协议签了，我就给你。什么协议？很简单，按照我列的清单，把我妈妈的遗物还有股份全部转让到我名下，我就把药方还有所有的制作方法全部都给你。不行，绝对不行！那我们的蓉儿怎么办？不行是吧？听说你的公司再没发新药就要倒闭了，我可是你唯一的亲。毕竟你那个许家亲女儿没办法给你药方，无耻！就给你三秒钟的时间考虑，好好想想，一个快倒闭的公司让你吃几个亏？三、二，好，签。这个是你想要的药方，文件今天申请，提醒你动作快一些，否则十倍赔偿。那你应该按照合约把药方给我们吧。药方在我房间，现在就去给你。公司他不会被耽误，我也觉得是办法。怎么可能把最重要的东西给你？最后一次和你见面。好了没有？不会再销毁资料吧？这就是你想要的药方。我提醒你一句，我手里的只是母亲早年的房子，最好先临床试验一下，再投入深入。行了，这药方已经是我的了，用不着你多嘴。看你好做的事。你，哎，就这么让他走了，可真便宜他了。他怎么可能母亲不放过他？所以啊，死心吧，没有人会来救你的。人抓住了吗？抓住了，抓住了。我们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到时候你们几个轮流上，把视频给我拍得高清一点，我要让所有人看看他多么下贱。哎呦，这么狠吗？他不是你亲姐妹吗？亲姐妹，
我要他身败名裂。我要给了你们多少钱？我出十倍。你出十倍？对，我出十倍。我是霍氏少夫人，这点钱对我来讲不算什么呢。你好好想清楚啊，是要得罪顾柔儿，还是要得罪晋城的太子爷霍昭？哈哈哈，我们一帮亡命之徒，还怕什么霍昭？你那个老公早就出差去了，所以啊，死心吧，没有人会来救你。哎，霍总，您这提前回来，霍小姐没在家呀？谁说我是特地？但是都这么晚了，霍小姐还没回来，要不要去找找？不用。霍先生，这么晚打扰了，我是淼淼的好朋友屠苏，请问他回家了吗？他没跟你在一起吗？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很担心。先生要吃饭，老婆的男人味儿。小哥哥，帮人家把手机解开一下，那人家怎么主动呀？今天就让你尝尝老婆的男人味儿。我死期到了！啊啊！大哥，爸，那顾蓉儿交代你们做的事情，老老实实，一五一十。我说，是顾蓉儿，是顾蓉儿让我们到顾家附近、顾家别墅附近埋伏，然后把你拖到没人的地方隐藏了，实在不行就灭口。哎！你怎么在这儿？不过你这些人都被顾小姐抓到了，你怎么处理？就这种吗？是。齐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萧然小少爷，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刚从外边玩回来。真是越长越和霍总一个目标。等我处理完，我再送你回去。啊。要不是你之前跟我吐槽他凶你，我都差点以为他喜欢你了。顾明明，你本事大得很啊！怎么嫌弃我了？那你就换个体面的老婆呀！你淼淼，霍总，医生找你。到底是臭大叔助理，还是长腿小哥哥助理？淼淼。你没事吧？伤哪儿了？疼不疼？没事，就是了点皮肉伤而已。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哎，都是顾柔儿的阴谋，我没想到他已经这么没下限了。这个顾柔儿真是个恶毒的坏女人。我好像看到长腿小哥哥，他好像还是你的样子。真的假的？那你的小哥哥保养的也太好了呀。都十年过去了，还是个少年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有种预感，我很快就会找到他。但愿是这样的。哎，不过幸亏有霍昭及时赶到，不然事情就真的糟了。大叔，对啊，你不知道吗？我一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所以我就打给霍昭了。他一听说你失踪了，就发动了全部的关系找你，不然我哪能这么快就找到你啊？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都不知道他当时有多着急。要不是你之前跟我吐槽他凶你，我都差点以为他喜欢你了。你们以前不也是一个卧室？你可得好好感谢他。完了，我刚刚还跟他顶嘴来着呢。算了，我找个机会再跟他道歉吧。啊，
你等会儿，我去给你叫医生。伤口恢复的不错，可以出院了。谢谢医生。不客气。少夫人，奉老爷子的命令，特意过来接您回霍园。回霍园？不是回龙湖湾公寓吗？这个老爷子会亲自给您解释的。霍爷爷，老长，你来了。上哪儿了？怎么不小心让爷爷看呢？霍爷爷，没事没事，不用想。不过您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要我回霍园？阿昭，那小子跟你说吗？以前让你上龙湖湾，那是为了上学方便。你现在都考上医科大，就没必要在那住。当然要回霍园。放心。你们的卧室啊，你们换了最好的床，肯定比龙湖湾舒服，你会习惯的。我们一个卧室。是啊，你们以前不也是一个卧室？管家，你去通知所有人，咱们呀，这样。爷爷，请你安排我们分开住吧。怎么？你跟阿昭吵架了？脾气那么差，万一我不小心碰到什么事情，他又要凶我了。爷爷，我先去看一下你画的你的花了。这，老爷子，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就随他们去吧。那不行，这俩孩子一看都是倔脾气，我们做长辈的呀，就应该从旁辅助。要不然老子什么时候能抱上重孙子呀？管家，你去通知所有人，咱们呀这样。霍管家，你没搞错吧？这里真的是客房？少夫人，没搞错，霍园啊正在装修，您将就一下。你来我房间干什么？敢占我便宜，我打死你！哪儿肥了呀？大叔，你来我房间干什么？这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霍管家明明跟我说。是客房。少夫人，被子和床罩都去送洗了。那不意味着整个公司就只剩下你？出去！我考上了医科大，按照比例，这套归我。我说的是农夫湾那套。你记住了吗？你讲道理啊！我讲道理。打死你！淼淼，你快看新闻，顾家完了。你不许动我！切，我才对你没兴趣，我还对你这个老男人没兴趣呢。淼淼，你快看新闻，顾家完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了，那只是母亲的草稿而已，真是搬起石砸自己的脚。淼淼，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当然是要让他们一家人安团圆圆啦。喂，警察叔叔，我要报案。顾爸爸，顾淼淼这个小，你一定要找他算账。对。顾老二涉嫌教唆他人绑架杀人，招兰之火同顾静对苏黎下毒致其身亡，现在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顾淼淼，你这个白眼狼，你给我等着！
大家好，我是顾淼淼，我的母亲是曾经的第一女圣手苏黎。顾静拿走了我母亲的草书，背弃了我母亲救世的初衷。我宣布，母亲生前的幸春堂重新开张，所有使用顾氏医药出现问题的患者都可以来我这里免费复诊，直到痊愈。我还着急着抱重孙子呢。苗苗，我看了新闻了，我孙媳妇啊，果然是有勇有谋。如果你那里人手不够啊，我跟孙老说。没事的，爷爷，就是这两天医馆没时间回来陪您吃饭，这不有空，马上就回来陪您了。你可真会找理由。嘀咕什么呢？苗苗，不着家可不行，这感情啊是要培养的。我还着急着抱重孙子呢。啊？这个我马上啊就要做第二轮手术了，医生说不适合去游乐园，可是我呢，哎，很想去。这样，你们俩去替我体验一下，必须拍好照片给我。孙子，要放这个上给爷爷拍照了。我跟你说过了，老爷子只能顺着他一走，不然他会作妖的。哎，爷爷说了，不去了，拍照当狗。哎，这个鬼屋看上去还挺刺激的。行，你去那棵树底下跳一分钟的舞，鬼附近大家看看。做梦！他待会儿时间尿多了，谁还是算输啊？你怕了？谁怕了？跟着我。意外是非，妖魔当道，请注意躲避。我们是不是没等鬼群就走啊？我们怎么出现？大叔，别怕。我不害怕。我带你出去。我问你，十年前你有没有去过楚？到底是谁？你想说什么啊？我可不会去树底下跳舞啊！你别忘了，刚才都是我把你带出来。我不想说这些。问你，十年前你有没有求助？你看什么？真是想不通，他为什么？对不起了。等一下，小哥哥，王宫美女是不是认错人了？对不起。嗯，没关系。不是买水吗？打完电话了。还有最后一个项目，之后我让齐修送你回去。哦，那走吧。现在是摩天轮告白时间，各位即将升至摩天轮最高处，传说在摩天轮最高的地方告白一定会成功哦。大叔，你知道那天是你救了我，我一直还没有正式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还知道谢，不算啥。我这个人可不喜欢欠别人的，以后呢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好，我记下了。这个手机确实容易手滑，上次误关我手机的事情，怪你。我就说了吧，你还怪我，赶紧把你这个老爷子给换了。我有事情，你先说吧。霍总外冷内热，嘴上虽然说不说什么，但是他的心里一直有你。你先说吧。那天，你救我的那天，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黄色衬衫，然后长得特别清秀干净的一个小哥哥？喜欢那款，没看见。本来是我一个，长得有哥哥怎么还那么年轻？没什么，我自言自语吧。本次摩天轮之旅已经结束，请依次有序离开。大叔，你刚刚说什么？没听清。算了，让齐哥送你回去吧。哦。郭小姐，其实在你出事的那天晚上，霍总特意才加班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他让我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他从京都又给你带了特产零食，但是他一回家就没有看到你，而且你还受伤了，所以他在医院才会那么生气。真的假的？真的。霍总外冷内热，嘴上虽然说不说什么，但是他的心里一直有你，你就不要跟他计较。因为那个暖房的主人啊，是你母亲。哎，这俩孩子，这不刚从游乐园回来吗？怎么比早上还蔫巴了呢？老爷子，这也许啊，强扭的瓜不甜，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看您啊，还是随他们去吧。这不行，我老头子看得出来，这俩孩子缘分不浅。这个时候，我做爷爷，不扭一扭瓜秧子，让他们错过了，那怎么能行啊？那您打算怎么做？管家，你这样。爷爷。爷爷，您没什么的，只要平时多注意运动，就不会气喘。我还以为我又过敏了呢。爷爷，我一直很好奇。花园里的那个暖房为什么一直上锁？因为那个暖房的主人啊，是你母亲。我母亲？爷爷，你尽管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的。难道你不奇怪我们家从没有学医的人种了那么一院子草药吗？我确实觉得很奇怪。多年以前，我妻子卓君患病，西医中医请了无数，全都束手无策，后来他们纷纷拒绝我，怕治不好坏了他们的名声。后来只有你母亲来到霍家，坚持给卓君治病。当时你母亲说她也没有把握，只能一样一样的试。从此你母亲就住在了霍家，我就修了这座暖房，天南海北的寻药就种在了花园里。那后来经过三年治疗，卓君的病终于治好了，我没有了遗憾。从此啊，这处暖房就上了锁，只有它的主人才能够打开。爷爷，你怕干什么？淼丫头啊，今天爷爷求你一件事。爷爷，你尽管说，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做的。真的？真的，我对天发誓。淼丫头啊，真是太好了，这把钥匙啊，给你。这是暖房的钥匙，现在啊，你就是它的主人了。你母亲啊，留下了不少医学手稿，我想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至于我要拜托你的事，我希望你能悄悄地给阿周治病。小丫头啊，你能像你母亲那样帮帮爷爷，替大叔治病？哦，不是，大叔他有病。本来阿昭的前途啊一片光明，他的梦想就是入伍保护国家和人民。谁曾想十七岁那年遭遇了一场绑架，后来就失明了。大叔现在看起来应该已经完全康复了吧？没有，我们虽然花了重金，可还是留下了隐疾。他的视力条件啊不能入伍，后来他就不肯治疗了。每当黑暗的时候啊，还会得盲症，其实就是和那时候的阴影过不去。怪不得他那个时候在鬼屋会是那样的反应。这不光是眼疾，更成了他的心魔。
我本以为啊，此生啊没有机会救他，没想到老天爷啊把你送到了我面前。也许这是命中注定，只有你可以接近阿周，为他治病。苗丫头，你能像你母亲那样帮帮爷爷吗？爷爷，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太好了，我会安排你当阿昭的贴身助理，方便你望闻问切，为阿昭治病。老爷子真是，他这块老姜辣呀。哎呀，给人治病不是难题，关键是要怎么悄悄给人治病啊？怎么样才能让大叔给我把脉，又不被他察觉呢？我根本连他的手都碰不到。或许你根本不需要说服他。快说说，你还有什么办法？同一比赛喝酒，谁输了谁就打屁股。大叔，我们终于回来了，等你等到睡着了。等我？对啊，我们不是还没有决定好分房这个事情吗？所以想跟你赛。我们比赛喝酒，谁输了谁就打屁股。我们一人一瓶，不够再加。好。你别后悔。当然了，确定一定也是肯定。哎，大丈夫难不看，别那么气啊。你等我一下，爷爷让我做你的助理，跟你一起上班。Been sitting here for hours now, talking on the phone. Wanna close my eyes, but don't wanna let you go. Time is off the rush, babe. 醉了。算了，好想跟你。你大叔，你都不让我碰。你为什么要碰？坏人。等一下，转过去。你等我一下，爷爷让我做你的助理，跟你一起上班。你，我收拾很快的，就三分钟。霍总，霍总这么有原则的人，是绝对不会由着老爷子的性格乱来的。好，你先把早饭吃了。好，那我去换身衣服就出来。霍总，您早会可是从不迟的。你不知道霍总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吗？你作为他的生活助理，这么不关心他的健康。慢慢吃，不急。还不急？早会都迟到十分钟了。谢谢你等我。好好吃饭，别动手动脚的。你吃饱了。早知道就不随便答应爷爷了，真是世界上最难的任务。大哥，赵夫人好，我是总裁办公室秘书长谢安然。啊，你好，我叫的。齐助理，谢秘书也跟你一样吗？他和我都是霍总得力干将，也知道你和霍总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信任。看来是深得大叔信任的人啊。霍总，您放心。林小姐，你也在。你不知道霍总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吗？你作为他的生活助理，这么不关心他的健康吗？霍小姐，你可能不太清楚霍总情况。霍总基本上都喝我亲手泡的黑咖啡。去拿两杯牛奶去。这，霍总，你们跟真情侣也差不多了。辛苦啦，牛奶我要自己打。是。霍总，霍小姐的工作该怎么安排？让他在秘书处当助理，你带着他熟悉一下环境，不要搞徇私舞弊。好好工作。知道了。好，那辛苦了，谢
算了，你们跟真情侣也差不多了，是吗？不过昨天晚上老爷子特意跟郭小姐要命，今天郭小姐态度有点大，扔下去。他们聊什么？不知道，隔得太远了。错了，顾小姐该不会被老爷子策反了吧？记得，你说一个女孩主动摸你的手，为什么？顾小姐。顾小姐对你动心了，你的声音真的很吵。你要是完成不了，就不要拖我们后腿，主动辞职吧。顾小姐，这就是你的工位了，谢谢。大家注意，以后顾小姐就是我们秘书部的一员，和所有人一样。顾淼淼，我们秘书部可不养闲人。中午之前把这些资料校对整理出来交给我，你可不要耽误我们的进度。哦，这些？对，就这些。你要是完成不了，就不要拖我们的后腿，主动辞职吧。行，就这些吧。我没跟秘书长说吗？他和我们一样，霍腾可是公司最忙的人，他干得好，那没差过你。司仪，他好像特别的悠闲，不会已经完成工作了吧？不可能，他是新人，就算给他一个礼拜，他也完成不了。你们以为我只在投入活动这么简单？霍氏不养闲人，更不会养你这种心术不正的客人。我们还有你妈呢。哎，那你整个资料弄完了吗？你妈没教你礼仪廉耻啊？称呼别人的姓名都不错吗？你早换人进来了。顾淼淼，你别跟我耍小心思，你一上午都在偷懒，怎么可能完成？谁说我没有工作？两个小时前，我就把所有的工作都整理成邮箱发给你，你自己去看。邮箱？什么邮箱？这怎么可能？对，这工作没有改天基本能完成。我明明看到你在偷懒，怎么会？这么简单的工作还要两小时我都嫌慢。针对这种简单的工作，我十岁就会编写小程序，让电脑为我打包。要不是你篡改了合同里的一些条款，需要浪费我这么多的时间。你说什么？收起那些没有用的小心思。我不光是霍山的律师，我还是霍。整个集团由我独干，要搞出什么身份再来搞事。霍氏不养闲人，更不会养你这种心术不正的闲人。为我错了，请你饶我吧。霍总工作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恐怕是你害的他的脾气。我也没要对你干嘛，你不用跪下来，你赶紧起来。你去人事部报道吧，这里的工作不适合你。是。顾小姐，午餐时间到了，霍总吩咐我带您去用餐。大概。化妆呢？霍总现在正在跟几个高管开会，估计要几个小时以后了。您先用餐，不用了。不行，他身体不好，三餐一定要按时吃的。霍总工作的时候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恐怕是您。你去叫他。不仅打破了记录，还打破了分析。现在我们霍总正在跟霍林的人，人马都如此灵活喽。我说过不许给他开后门，更不许惯着他。霍林长，走，先休息。还以为你不出来。说过了。对了，我们开课。
走走走，那好吧，你不想通通工作。大哥，和秘书做完事情。可能是罗秘书给他布置的任务量太大了，不了解他的好大的慌。不过我已经把罗秘书调走了。你说过不许给他开后门，更不许惯着他。 三哥，一定要听你的调子，不要好好出牌，就是适应上了东北的。够了！还有，到底是我负责还是我的父母？不勾引，麻烦继续调查起来。顾明远，你那爷爷跟你说什么？没什么，不过爷爷跟你说过什么？只是半点无心。 不要用心太深。六千六，这若是赏罚分明，不出你丈夫身份，胡家不为逼着下跪的主意。你觉得我在勾引你？然后你还觉得我在利用你妻子的身份胡家不为？换了你，记，不嫌弃，不要用心太深。不好意思，你这么根本就是我。 还有，到底是我负责责任，你的秘书，你麻烦调查起来，根本就不明白霍爷爷的良苦用心，真是瞎了眼，三分钟又特老年人的心情。好了好了，现在听下去，电脑都要爆炸了，烦死了，我还不如回来上课呢，起码不用天天生气。可是我觉得霍总说的也有道理啊。 你难道真的一次都没有对他心动过？我哪有？我们只是契约婚姻而已，各取所需罢了。他怎么可能喜欢你？好，你一点都不喜欢他。走吧，你还要不要陪我上课？你的伤口停了吗？那天是你救的我。 不用麻烦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大家好，我哥肖然，今年21岁，刚从米国回来，请大家多多关照。21岁，他可是常德。常德哥哥双目失明，根本就看不见。肖然同学，你自己先选择一个座位坐下吧。这位同学，我可以在这儿坐下吗？当然可以。 你的伤口停了吗？那个是你救的我。嗨，聚首之龄，最后也没帮到你什么。那个，你家里有没有就是长得跟你比较像的？可能是28几岁的哥哥。跟我长得差不多的，你乡下的话。大哥，那我没问题。你笑什么？ 苗苗，我有秘密。多年前我见过你，你知道吗？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肖然。你好，我叫顾苗苗。多年前我见过，你知道吗？苗苗，来啦。 你别以为你道歉了，我就会原谅你。这是做什么？你不是奉老爷子的旨意，引我回来？这次很快带领你的内容是什么？好像是男女合宿露营，一举七星，遥相看流星。这你都知道了？我动不动就摸我的手，非你莫属。怎么样？ 摸出来吗？感觉你的脉象看起来，你的眼睛没什么问题。那只不过是老爷子用苦情戏来骗你给我当助理的砝码而已。谁又骗你？<笑>郭姐，我们霍总眼睛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不过早就治好了。原来你那天在鬼屋那个样子是纯害怕呀。原谅我。 女孩子哪有那么豪放的？我告诉你啊，
我呢，晚上要去忙下下的，就不回来了。小舅舅，我晚上要去参加门下夏令营，这段时间就不去霍院找你和爷爷了。小冉转去哪个学校了？刚好是转到了顾小姐那边，听说还是顾小姐的同桌。这些门下夏令营的内容是什么？好像是男女合宿露营，一起去青凉山看流星。霍总，您这是在什么？七舅，通知下去，今天晚上公司团建，所有员工必须参加。啊？怎么，公司福利不能有了？当然了，只是霍总，你愿意一起去吗？那是霍总的事。只是您一向也不参加这种人多的活动。地点就和他夏令营的地方一样，青凉山。那叫着夫人一起去，连他的房间都凉了。我知道，小孩啊，都和我结婚了，还跟别人混在一起。是您说的契约婚姻吧？霍总，您这是在吃醋？闭嘴！好，我这就安排。人命到，王宇到，维西，过来，维西也来了。哇，这位大佬一向身不见首不见尾，让我看是谁。哇塞 ，very beautiful！ 我不光是门口的会员，和你还是老搭档呢。你可不是查理兄弟。那么，请大家男女一组，两两组队，开启我们今晚的寻宝之旅吧。我们一起吧。嗨，维西。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也是门下的会员？我不光是门下的会员，和你还是老搭档呢。你一点都没察觉出来吗？啊，是尼罗，曾经跟我一起参加过网络保卫战的那个尼罗。对，夏然，我组队吧，我肯定会让你拿第一。金雨，我们萧家这辈子都不会跟你们秦家任何人合作。顾淼淼，咱们两个一组吧。嗯，好吧。那太好了，咱们两个强强联合，又可以拿到第一了。好啦，大家都已经组队完成了。那么我们一起去组织处领装备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青凉山晚上会有中小型野兽出没，大家一定不要离开集合范围。哦，走。那我们分头去领装备。嗯。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火烧的夫人。嗯。没事，就是祝你今晚玩得愉快。自己一个人上去，我也可以达到比赛终点，到时候带你去山顶上看流星。你怎么啦？这是吃坏了东西引发的急性肠胃炎，你在这里等着，我给组织员发个定位。可是我……哎，先别可是了，我给组织员发位置了，你等一下，我自己一个人上去，我也可以达到比赛终点，到时候带你去山顶上看流星。我怎么越走越黑呀？这指南针是坏的，是发物资的那个女人。小心，大叔。
你怎么会来这里？后小公司来团建而已。还好，刚才的保护姿势很到位，只是皮外伤。你给我了，你不冷吗？比这更恶劣的环境我都经历过，这算什么？快看，是流星。虽然今天没有赢得高倍望远镜，可是也看到了很漂亮的流星啊。确实很漂亮。你是长腿哥哥吗？绵绵。所以萧然是？萧然是我侄子。死萧然，居然敢骗我！什么萧家没有，原来是霍家有啊！什么萧家霍家？长腿哥哥，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所以你当初是被绑架失明后来到的春雨孤儿院。哎呀，爷爷当时让我给你治眼睛的时候，我怎么没想到呢？还被你这个臭大叔给误会。那你说要怎么补偿我？再亲一口。霍总，我可是干嘛？霍总，这公司团建的事。团什么建？回去告诉老爷子，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啥？